好，应各位团员强硬的要求，我们今天要进行 Reckon 的开箱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款配件非常多的枪款，那我会为各位一一做介绍。首先是我们的枪体，上膛、击发、弹夹，哦对了，枪体的下面呢，它可以再装一颗子弹，再来是枪管。枪管上面附有一个准心，那这款枪的特点呢，它有附一个红外线。由于我现在手边没有电池，所以我大概稍微为大家做个说明，这也是开关。那它有两种模式，聚焦还有扩散。它有附一个瞄准镜，你可以自己做调整。最后是枪托，我对这一款枪的枪托设计很有意见，因为它感觉很容易断裂，而且呢，它不能做调整。它唯一的好处是，它可以装一个弹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它组装起来。就是组装好的样子。那我们现在要来做 Reckon 的试射。